不要以为没有观众，都妈妈在那边看。加油！去吧！去啊！不要，你这拍子只有这招是吧？周杰伦在接刘畊宏网球战帖，妈妈叶惠美也来观赛了。输了你之后，我跟你讲，在前段时间开始练了5堂课了。5堂课就敢来到这里？周杰伦刘畊宏的网球之战还没完。3月10，刘畊宏为了让周董睡爆昆凌到他直播间跳操，双方接而立下赌约。谁要跟你跳操？你如果赢得了我，我跟他一起跟你跳操。周董为老婆背水一战，最后赢了比赛。刘畊宏也愿赌服输，请周杰伦夫妻吃饭。谢谢。不过时隔数个月，刘畊宏这次有备而来，和好友周杰伦再度下战帖 PK 网球。不管人家什么大师战，我们今天是周游记大师战。出人可不可以就周游记就不要参加了？周游记是你叫我去参加。我还是让跟我们输的就是。从没跳过来，跳过去，跳过来，这种高度，基本我不暖身都跳得过去。哦，100下，100下。不要以为没有观众，周妈妈在那边看。加油！这个赛好像是要拍他耍帅的视频，我现在慢慢有这种感觉。是啊，不要，你这拍子只有这招是吧？有别的耍法吗？丢这个接住，再丢这个，吹吧，陆哥，吹吧，陆哥。哎，我们最后，好不好？最后，谁先得这一分就赢。小便球，上座演唱会前的热身，演唱会成功，演唱会成功。